这个国家将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外面有30万义军，一旦交付，我们万无生存的可能。全国的同胞都看着我们这里。仓库里有多少士兵？80人。岂是外国军都没有敢称的事儿？连哪称？王四，你听吧。我走，送你一程。巴斯，你那什么？